昨天下午本来天气预报是不是说会午后雷阵雨，是吧？昨天有下雨没有？对不对？有几滴雨就没有了。昨天下午我们志工在彩排，有人看着外面说：“哎呀，老师要下雨了，怎样不方便呢？”就那么不方便一下，他说：“老师，你看一下，不下雨啊。”我说：“那不是你问我，我问谁啊？那我们也要演一下戏啊，对吧？”啊，那求一下，不要下雨。很碰巧的，果然没下雨。而这种奇妙的事情，竟然在超级生命码系统里面几乎天天发生。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学员共勉，我们要把自身呢调整好，跟天地共振。所以你的思维刹那间，天地就接受，天地在刹那间就跟你反应。所以昨天后来我们志工说：“哎呀，这个太阳出来了，这不下了。”我们不知道，那可能吗？也好，不下也好啊，虽然热一点，但是免得生雨灾。我说这一句话不是说在讲什么怪异乱事，我是要跟诸位共勉，跟天地间的亲是可以在分秒之间他懂你。如果这是成真的事实，在你内心深处里的诸多烦恼遗憾，就会在你的诚心真意之下，今生一切丰富太平。但是问题就在哪里？在你的心。因为在今天下午之前，我们的生命岁月里有许多许多曾经有过的经验，以及读过的书，给我们的诸多的观念影响着我们某种的思绪，总认为天地之间和我们好像是隔得那么遥远。但是今天下午我就希望跟大家在这里报告，只要你愿意，天地跟我们形影不离，形影不离。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太多太多可以让你产生信心，然后去试看试试看的这样子一个原动力，来帮助我们做某种的实验。我经常在讲座中我都向大家报告，我在这里讲，我不奢求你立刻相信我，但是我有诚意邀请你立刻在我们聚会之后回去做实验，就按照着书中或者是我们在会中所讲到的主题，你就这么样子的步骤一二三告诉着世人，我们所讲的东西究竟是真还是假。如果又很碰巧的是真的，那么对于您个人而言，就千万不要放弃这一个难得的契机。因为契机过了，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就这么样子的有兴趣把它拿起来，变成你生活生命里面的一部分，你会发现在超级生命码系统里面竟然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生命的丰富，你不曾想过。既然我们在说步骤一二三，我们要认同灵魂记忆体曾经有过的记忆，为了要让在座的诸位有更深的印象，把整个逻辑贯穿起来，能够帮助自己在每一天生活当中的每一秒里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都有正向的逻辑而产生正确的抉择。所以在我们的聚会中，我也在想这首歌，因为哼哼唱唱一下，你会知道灵魂它的确很重要。灵魂里面所记忆的和人们曾经所讲的算命大师中所算得今生是好是坏有密切相连的关系。但是在这种种的思绪当中，为了你不会因为在不同的场所时间剖析的角度而忘记了灵魂议题的重要以及要善待灵魂，所以我想到一首歌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同乐会唱一唱，好不好？这首歌呢是在1987年台湾电视公司的一个八点档连续剧《玫瑰人生》的主题曲《玫瑰人生》。